焦虑吗？做完第一场之后？好多了。谁给你的信心？我自己。自己啊？北京场做完之后，你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自己的话，像狼狈不堪。为什么？我很累。嗨啊！嗨是嗨，演完了就累了。我九号演完了，十号准时生病了。就是前面压力太大了，憋着，全发出来，到现在都没好。我看出来，我看你那样特别紧张，对，很忧心忡忡。那第一场觉得玩的开心吗？非常开心，比我想象的要自如很多。因为自由。因为之前焦虑也好，之前很多紧张也好，未知的也好，上台就忘了。那如果在那天那几趴里面，总共有一二三，加后面有四趴，嗯，觉得最嗨自己最嗨哪一趴？摇滚那趴。摇滚那趴。嗯。好不容易在台下做的造型，一上台甩两下头全乱了，把台差点甩掉了。我看到你到最后一趴的时候都哭了，嗯，能跟我们说说看，当时都什么一个情况吗？因为我个人私事。想到了点什么？想到了，对，就是缅怀故人。是亲人。Thank you.